是带着瓶盖去旅行，我现在来到了泸州纳西的乐道古镇，看我的身后就是乐道古镇的城门。这个乐道古镇啊，它隐藏在这个大山深处啊，很多年，而且这个古镇上面有很多古建筑，比如说200多年的古寺庙，还有一个抗战时期的抗战小学，非常的有名气。这个乐道古镇啊，历史非常的悠久，始于三国，盛于明清，尤其是在那个蜀，当时啊是蜀国呀连通中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啊。那这个古镇上啊，有着非常有特色的这种清代民居，你看我的身后啊是一个他们的寨门，应该是。那后面呢？后面的话看，非常典型的清代民居，这种风格啊。很明显，然后呢还有青石板路，脚下的青石板路，这里呢是陇宁河上面的船工号子啊，纳西歌谣啊，这些发源地啊，非常具有文化气息。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走进乐道古镇看一下，走吧。我们来到了乐道古镇的门口，你看下面是一片翠竹啊，走进景区就是一个被这个翠竹环抱的步道，拾阶而下，下面就是乐道古镇，也可以走到那个陇宁河边。据说啊，陇宁河在这边啊非常漂亮，我们等一会儿就可以看到了。看下面就是陇宁河。你看这个河边啊，开满了鲜花，黄色的是油菜花，红色的应该是桃花，赏花吧，还有白色的李子花。咦，下面还有一个临河人家，你看就面对着永宁河，这个背靠青山，这种环境真的是非常漂亮的。这个农家乐呀，叫水墨田园农家乐，这个真的是名字起得好呀，水墨山水一般。好，我们来到了乐道古镇的门口，中国传统古村落。这个乐道啊，就是取自于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。哇，你看里边那个房子多古朴啊，漂亮，我拍一张照片。我们走进乐道古镇啊，看一下，这下面是非常古朴的青石板路啊，村口就是一棵古榕树啊，你看应该有几百年的历史吧。这边有一个什么曲霸豆腐干传统制作的一个雕像啊，你看一家三口在做豆腐干。这个纳西啊，我已经来了三次了。那关于纳西有哪些名片呢？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中国特色竹香，中国特早茶之乡，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，四川民歌之乡，杂耍之乡，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区县啊。你看我们现在走进了这个古建筑民居群啊，看一下，在很多古镇啊都有一个裕王宫，在乐道古镇啊也不例外。你看这里就有一个裕王宫，最早啊兴建于汉代，清代时期恢复出来的。
哇，这条古街上面两边的建筑啊，真的是非常有特色呀，全是清一色的明清建筑。你看，吊脚楼，木质吊脚楼。我突然啊，在这个上面、看到了一些这个宣传语啊，可以很好的概括了整个纳西的一些非常经典的景点，比如说凌云栈道，看丹霞石壁，品天仙魅力，然后那边是护国寺啊，然后品纳西的早茶美酒。这里是你看护国陈醋，这个是纳西的一个土特产。这里有一个川南民歌传习所，这些传统文化呀还是要继承发扬。这个古镇上有一些房子啊，还是有些已经破旧了，这个还是有些可惜啊。哇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，这个建筑应该是蛮有年代感的。这里往前面走啊，就是一个码头，叫上码头。我们来河边看一下。据说啊，永宁河呀，在这一段是最美的地方。哇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确实很美啊。这个河水碧绿，两边呀、也都是翠竹环绕。根据这个指示牌啊，朝这边走是抗战小学、南华宫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说，这个我都没找到过。你看它这个古镇啊，还上下，你看一层一层的阶梯上去，这个阶梯就很有这种年代感了。你看这个是南华宫，这个就是当初啊清朝的时候，湖广填四川，大批的广东人、湖南湖北的人，他们来到这里，来到四川，在这里兴建的。这个南华宫呢，就是广东人在这里兴建的会馆。我们进来看一下。这个应该是道教的一些神仙。你没看过《西游记》吗？这个是财神，大家看到的都恭喜发财哈。你看这个公社食堂啊，是原来乐道古镇这边，应该原来叫公社，他们在这儿吃饭，这个食堂很大，现在应该是一个餐厅了，应该是。我们可以看呀，这个四周啊，这个两侧全是高山，中间啊一条峡谷，前面我们要去的那个抗战小学啊，就是在这个峡谷底部一座小学，这个很有特色呀。我们等一下过去看一下。你看这个小学真的是隐藏在这个峡谷底部啊，这个很难被发现啊。你看这里在峡谷的底部有一条小溪，然后小溪上有一座桥，这座桥啊叫做状元桥，还是非常有历史典故的。相传啊，清末状元骆承襄到贵阳监考啊，路过此桥，然后呢就听说他的母亲啊去世了，悲痛万分，但是为了不误监考啊，所以啊就在山中设坛祭母，而没有回去这个去吊唁他的母亲，所以后人啊将此桥叫做状元桥。那走过状元桥，你看前面就是一个学校，一棵古树，这个学校啊就叫抗战小学。你看这个古树啊，还是应该有很多年的历史的。你看这个树干，
这个树根深深的扎根在这个石头下面了。你看这个小桥下面，这个小溪啊，溪水清澈，潺潺流动。这个据说啊，这个小溪里面啊，有一种鱼啊，叫做玻璃鱼，就很有意思啊，就是它通体啊是透明的，就是你可以，就是可以看到啊，这个鱼的身体里面的肝内脏啊，都可以清楚的看到的，这个叫做玻璃鱼。那我们看一下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啊？我的身后啊，就是这个抗战小学的遗址，旧址啊，抗战小学的旧址。有文化。这个抗战小学啊，是目前啊国内唯一一个以抗战命名的学校。1938年啊，乐道乡乡长曾子平筹资修建。1940年落成，取名为抗战小学。学校里边啊，那个石碑上呀，刻着很多的这种口号呀，比如说“还我山河，驱除倭寇，抗战必胜，中华万岁”等标语啊，来这个激励着当时的师生来抗日啊。在1941年10月份啊。蒋介石和宋美龄啊，曾经到这个学校来视察过，目前被列为啊四川省的重点文物单位。你看一下，非常的有年代感，这所小学。